女靚仔，好演技先最重要。啊！一號兩位好。係咯，佢嘅三級咪我呢套咯，開心白痴。因為好多人同你撞㗎嘛，好。我先女仔先啦，你多唔多睇其他地方嘅電影，尤其是亞洲區？多啊，其實自己都好中意嘅，除咗日本、台灣、韓國嘅都會睇嘅，咁所以今日見到好多陣容，自己都好興奮。一樣係一樣，尤其是而家好方便啊嘛，即係好多唔同嘅平台可以睇。咁但係可能始終自己來咗嘅時候，成日喺亞洲來咗嘅電影會最特別中意，會有一種好歸屬嘅共鳴。